小玩意儿。嗯，小王爷，依我看，这次江南之游不如在此打住吧。笑笑，你说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担心树大招风他们。我玩我的，关人家什么事？小王爷，你在江南玩得那么得意，可是你要注意，武林高手咽不下这一口气。想想，龙潭虎穴我尚且不惧，又何必惧那些自不量力的狂徒呢？小王爷，你看，他连说话的口气都跟您一模一样。是啊，有意思。我看是一定有人指使他们这么做的。想想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主使。你看这主使的人又会是谁呢？这件事突如其来，要说那主使之人倒是费人疑猜。小王爷，卑职去把那小鬼抓来，问问他们到底谁主使。稍安勿躁，既然主使人悉心安排了这场戏，咱们为什么不冷眼旁观，看他们到底怎么演下去？是。小王爷，你不要太大意，对付你的人不是没有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。香香，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风声了？小王爷，不瞒您说，眼前就有一个人想要对付你。哦，那个人现在在哪里？他就在前面的凤凰客栈。小王爷，一卑职之见，咱们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派人去把他抓起来，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？香香，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张大侠告诉我的，他要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凤凰客栈。哼，本爵岂是怕事之人，我倒要去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。小王爷，你的安危要紧，你何必去冒这个险呢？本爵心意已定，小周你就不用多说了。可是小王爷，我叫你不要说了，你听到没有？滚！真是惟妙惟肖啊！啊，小张，我们走。